天热，孩子说想吃双皮奶了，外面一份就卖28，自己在家做，5块钱成本做了这么多。孩子说比甜品店的还好吃。锅中先倒入500毫升纯牛奶，再加入100克这个双皮奶专用粉，一起搅拌均匀，大火煮开。煮好以后倒入小碗里，半个小时放凉，自然凝固了。放上自己爱吃的芒果、草莓、小蜜豆，奶香浓郁的双皮奶就做好了，口感顺滑细腻，孩子们特别喜欢。这个夏天条件允许的话，你也拍几袋做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尝尝吧。